降参しなさい。首先，武功六两。首先，武功六两，全图的蓄力。那这个技能也是可以轻松的把敌人推到。これで決める。全图的蓄力。那这个技能也是可以轻松的把敌人推到长按一直冲。长按一直冲。这技能是一个。進化しなる。这技能是一个能 QTE 可以让他们转起来。这技能得益于它比较长的持续时长。見せてやるよ。見せてやるよ。转起来。得益于它比较长的持续时长，所以它会是一个二段，是一个中远距离的喷火攻击。这个技能的效果上没有什么需要特殊说明，不过可以的话呢，你首先蓄力，然后升龙拳接一个旋转火枪，环绕场边的这部分呢是没有击败很直观，它的火柱会从三个变成五，不过它的旋转半径是不变。覚悟いいね。炎上も炎快火柱うわ。これはどうだ。行くぞ。Okay.